焦恩俊女儿坐游艇出海，与闺蜜们穿泳衣秀身材，满屏都是大长腿。8月17日，焦恩俊女儿焦曼婷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一组近照，并配文称那天坐胡董的船，晒得很满足。曝光的照片中，焦曼婷穿着红色泳衣出镜，上身套了一件白色斜肩装，再配上帽子和墨镜，造型很有夏日风情。焦曼婷不仅长得好看，她的身材也很曼妙，细腰盈盈一握，一双美腿又直又长，配上古铜色皮肤，看起来格外吸睛。过去几年，焦曼婷先后参演过多部影视剧，也上过不少节目，甚至曾以练习生的身份参与创造101选秀比赛。去年，她就因为工作上遇到阻碍，情绪非常低落，忍不住崩溃大哭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积极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，他表示希望自己能成为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。